Turn it. 台湾一个大型电商为了庆祝双十一购物节的来临，就特地邀请吴青峰、白三腰、严艺格、秀子、高五人等一众歌手在小巨蛋举行线上演唱会，让大家开开心心迎接购物节。虽然演唱会在网上直播方式举行，不过相信歌迷们隔住个麦都感受到歌手们表演的热情啊。格格呢次唔止唱自己嘅个人歌曲，佢更特登邀请新晋女团 HUR 同佢一齐表演，成为限定女团成员嘅格格跳起舞真系电力十足，魅力四射啊！机会合作真的是非常荣幸，然后还有在这个舞蹈练习过程中，其实我们都非常惊讶，因为关于这一支舞，我们自己团内是练了大概两三个月左右才变成就是完整可以出去表演的样子，但是其实格格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每就是4次练习而已，而且每次都是很赶的时间之下，就把这个表演弄得非常完美，然后非常精彩。不少人都喜意在大型促销活动团货，高五人的成员也都不例外，犬青就说自己很喜欢买零食了。我最近真的是保养品真的是很爱，因为换季了，所以目前购物车有很多就是保养品类的东西，当然还有那个食品。对，有一阵子我也是毛起来买一些什么酱油啊，你知道肉干啊等等等，你知道吗？就是半夜的时候录音，半夜的时候真的会很想吃东西，就是趁这个时候赶快囤。